妈妈虽然让人不尽满意，但 The Seraphim 仍然带来了超强的表演。允真彦准备了一段特别舞台，四人在台下应援的模样真的是超级可爱。而在当天的压轴 Seventeen 表演时 ，The Seraphim 五人竟然全都站着大跳孙悟空，让彩哥备战是一回成功的克拉。真的很喜欢偶像们之间的互动，期待年末还能看到两团更精彩的表演啦！